大家好，我是凡凡，一个是自行车旅游的人啊。然后昨晚就睡在这里，这个是别人那个二楼那个平台啊。昨天我骑车啊，直到晚上八九点才找到这个地方。今天可能有鱼啊，所以我打算今天晚上住宾馆。我现在收拾一下这个行李，就准备出发了。我现在出发了，现在前往宿城县。到今天为止啊，我已经骑行了370公里了。刚刚在前面那个小店里面吃了一桶泡面，现在吃得饱饱的，又可以出发了。过了100米啊，发现这里有一个毛豆腐拍摄点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啊。这里的油菜花好美呀，长得比我人还高。这只可怜的蜜蜂已经累死在这个采蜜的路上。在这个公路边上发现了一座桃花源，在这个路边发现了我最喜欢的野葱啊，很大一颗的，然后我摘一点回去啊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继续赶路了。哇，这边发现了一片更大的桃树林啊。现在我来到桃花源里面来了。
走了。现在是下午3:30啊，我到现在已经骑了74公里了，太累了。然后在这个祁门县这里发现一个小镇啊，这里可以住宿啊。我去问一下哈，这个住宿费是多少？便宜的话呢，就在这里住了。他这里不能住宿，那我只能继续往前骑了。完了，找不到住的地方了。一路走过来，这边宾馆太少了。本来今天我是想住那个宾馆的，但是过来以后一直没找到宾馆。但是在这个大学的下面发现了两栋啊，这个废弃的房子啊，所以我打算呢就在这里住下算了，太累了。那我先去看一下这两个房子，看哪个好一点啊。